杨怡31日出席某活动，并在现场参与产品的设计。既然工作上这么有创造力，私底下恐怕也亲手为男友罗仲谦制作了不少礼物吧。我自己 DIY 的呢，就不可以送给任何人了，因为我要放在这里去让大家去看一下。父亲节将近，父亲过世多年的杨怡不知道会不会为男友的父亲庆祝呢？至于其他的 uncle， 就我现在在这里跟你们说父亲节快乐了，因为时间可能要工作，就没有时间跟你们喝茶啊，拜访你们了，那就祝你们父亲节快乐了。杨怡与郑嘉颖的新剧现已开拍，郑嘉颖早前弄上额头，不知道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呢？还好没有影响到拍摄的进度，因为他的伤只是不是很伤，一点点而已，现在都已经好很多了，所以就没有影响到，还好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